我们开始修炼中国道家虚灵功，请大家排除杂念，全身放松。能量往自身回收，口水哗啦啦的流出，口水满一个以后，意念化为毛毛细雨，把五脏六腑清洗一遍，掌心朝下，全身自上而下放的天空，我们的胸怀像大海一样的宽广，拇指与中指轻轻的接触，掌心朝下，轻轻的晃动，晃。上肢下虚法，有高血压的病人，意念血压下来，下来，血压恢复正常，输入个正常值，上面132。下面78，全身放松，并气从两脚的脚底脚拇指排出去，有一股凉酥酥的病气从两脚的脚底脚拇指排出去，松柏古树袅女花香，一轮红日东方徐徐升起，满天的朝霞，阳光普照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眼前呈现童年时期的图像，天
真烂漫，无拘无束。我们修炼神鬼身说法，想象到我们是一个千年的神鬼，把天地惹着精华，宇宙的能量，树木花草之精华往自身回收，潭潭流水，袅女花香，松柏骨瘦，把自我融化到宇宙自然之中去，忘掉世上一切的烦恼，后背部骨髓造血功能旺盛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一节节的拉开转动涌动，
手轻轻抬起，做氧气蓄能法。虎口圆，掌心圆，肘关节圆。意念，手上抱着一个氢气球，整个人处在浑圆气团之中。浑圆气团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浓。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鼻子闻到松本香味，檀香的香味。似有我，似无我，似有意，似无意，轻轻的转动，青山绿水，天地热的精华，宇宙的能量为我所用，任我所取。手轻轻地往外拉一拉，意念狮子掌心马热胀，拉出来的时候有五条丝线的感觉。电生磁，磁生电，全身毛细血管扩张，血流量加速，全身通电的感觉，轻轻的把树木花草之精华，宇宙的能量往自身回收。整个人透明透亮的感觉，电生磁，磁生电，全身通电的感觉。似睡非睡，似梦非梦，手上抱着一个氢气球，体会手下面的浮力，手上面空气的压力，手轻轻地拉出来，有五条丝线的拉力，手轻轻地往里挤，电生磁，磁生电，互相吸引的吸力。手上抱着一个氢气球，氢气球越来越大的膨胀里，手背外面空气的阻力，骨容束，助理松柏鸟语花香，把自我
融化到大自然之中，关心得到，道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整个人通明透亮的感觉，现在双手合十，做童子拜观音，默念全真太灵三遍，紫气东来，虚灵显真，万事如意，万病消除，整个人金光灿烂，五脏六腑通明透亮，全身每个细胞通明透亮，心脏像一朵莲花，莲花除你而不染，口水满一口以后化为毛毛细雨，打在星状莲花瓣上，莲花瓣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进入下丹田，肚脐下丹田里面有一个鸭蛋大小椭圆形的火球，越来越亮，全身每个关节转动，腰轻轻地转动，现在我们想象的腰部有个乌拉圈的金黄色的光环在打圈，手上抱着一个氢气球，左边的气到右边，右边的气到左边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环在胸前打圈，后背部从上而下有一条金黄色的火龙，眼睛露一线之光，在似睡非睡似梦非梦之中，手拉一拉有电磁的感觉的时候，手指头颤动起来，掌心朝里，由小到大，由大到小，以肚脐为终点画圈，手到意到气到光到，手画到哪里亮到哪里，
身体外面浑圆气团越来越圆，在似睡非睡、似梦非梦、似醉非醉之中修炼虚灵功，后天的私心杂念越少越好，动作越简单越好。全身麻热胀，两脚的脚拇指想抓来根针灸，手拉拉有气了。现在我们修炼强肾造精法，掌心朝里，想象的掌心发出紫色的光，照射到两肾，两肾发热，肾功能增强。糖尿病的病人输入个良性的信息，血糖尿糖恢复正常。慢性肾炎的病人意念掌心紫色的光照射的两肾，先用白光清洗一下，然后用紫光照射。下丹田的火球越来越亮，两肾发热，把体内造血功能、免疫功能、性激素、微量元素调整到最佳的状态。面带微笑，发自内心欢愉的微笑。手轻轻地抱球，体会手下面的浮力，体会手拉拉五条丝线电生磁、磁生电的感觉。氢气球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全身每个细胞通明透亮，把预热的精华、宇宙的能量为我所用，任我所取，采回来进入下丹田，把树木花草之精华采回来进入下丹田。全身发热，全身通电的感觉。
细归丹田，现在我们修炼健脾胃法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气归丹田，把下丹田的火球浓缩，浓缩，浓缩一个玻璃球大小的金丹，放到后背部的命门，把刚才抱球采炼预热的精华，宇宙的能量往自身回收，往自身回收。我们的肉体又存在了，我们的感到全身气血畅通，像温泉浴刚刚出一样，全身温热的感觉，洋洋得意，发自内心欢愉的微笑。气归丹田，手心插了一捻手上气，化为个长生不老的金丹，喝下去，送入下丹田，连续三遍。手心插了，洗洗脸，意念脸色红润，艳若桃花。手心插了，梳梳头，意念头脑清新，思维敏捷。手心插了，把全身所有的病气往两脚的脚底脚拇指排出去，拍打一下内关穴，拍打足三里，拍打三阴交，把日月的精华、宇宙的能量采回来，进入下丹田，把病气排出去，连续三遍，吐虚之功，把全身大扫除一遍。甘露水把全身清洗一遍。好，中国道家虚灵功就练到这里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开始修炼中国道家虚灵功通灵法。请学友们凝神定志，全身放松。
田野，道观，静静的沉睡的夜晚，拇指与中指轻轻地接触，掌心朝里，可以自然盘坐，也可以单盘、双盘，或者两脚打一个叉，坐在椅子上，平平常常修大道。蓝蓝的天空，十五的月亮，静静的沉睡的夜晚，耳朵听听自己的呼吸，把呼吸调整到深、长、细、匀，紫光笼罩，白光把血域清洗一遍，心平气和，面带微笑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体会拇指与中指轻轻的接触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环在拇指与中指之间打圈，整个人麻酥酥、凉酥酥、通电的感觉。口水香甜的感觉，把呼吸调整到两耳听不见，心状好像一朵莲花，心静道自生，心善道自长，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把自我融化到自然之中去，松，两手轻轻抬起，胸前环抱，想象到自然界的精华
宇宙间的精华往自身回收，回收。下丹田的火球越来越亮，口水哗啦啦流出，口水满一口以后，意念化为毛毛细雨，把五脏六腑清洗一遍。甘露水把全身清洗一遍，百会打开解天气，涌泉打开解地气，手上抱这个氢气球，氢气球越来越大，感觉越来越敏感，手轻轻地拉一拉，呼吸，体会有五条丝线轻轻地往里挤的时候，感觉到有互相吸引，互相排气，电生磁，磁生电的感觉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在胸前打圈，四指相对拉出来的时候，感觉到有五条丝线像七彩的彩虹一样的感觉拉出来，眼睛露一线之光，似看非看，好像有七彩的光拉出来，全身通明透亮，全身通电，麻热轻轻地晃动，似睡非睡，似梦非梦，似有我似无我，似有意似无意，浑圆气团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大，手上氢气球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左边的气到右边，右边的气到左边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环在胸前打圈，拇指与中指接触，有一道金黄色的光在打圈，身体外面金光灿烂的光环笼罩，大动
如小动，小动不如不动，不动之动才是生生不已之动。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处处皆道场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虚灵宫要求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修大道。双手合十，修炼悟空法。血玉清洗一遍，在虚灵宫的气功状态之中，把父母亲遗传的疾病信息统统抹掉，回到童年的时期，天真烂漫，无拘无束。口水哗啦啦地流出，心状一朵莲花，下丹田鸭蛋大小的火球越来越亮，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眼前呈现师父的图像，默念全真太灵。仿佛我们在江西龙虎山修道，没有任何世上的烦恼，没有任何的刻意的追求，时刻牢记虚灵宫的八条戒律，想象到手下面有一个太极八卦图在转动，劳宫穴打开，有个太极八卦图在转，轻轻的蠕动，手指头微微的颤
颤动起来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道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所谓的道，就是宇宙万事万物运动中的规律。全身通电的感觉，在似睡非睡、反反复复之中，感觉到整个人通明透亮。手下面太极八卦图蠕动，金光灿烂。时间的概念没有了，呼吸也听不到了，肉体也不存在了，仿佛进入太阳系、银河系，看到地球公转、自转，看到星星、月亮，我们向月球靠近。光的精华采回来，进入下丹田，把星星、宇宙精华往自身回收。现在我们仿佛在天上看到人间灯红酒绿，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名利四道强，人人都在墙中闯。若能跳出墙外去，不是神仙也命长。
得我们又回到了人间。世界是这样的美好，空气是这样的清新，手拉一拉，马热大，把热的精华采回来，从百会穴灌进去，进入下丹田。把日月的精华、宇宙的能量、大自然树木花草之精华采回来，为我所用，任我所取，进入下丹田炼丹。手指头颤动起来，画圈，手画到哪里，亮到哪里，输入个特定的良性的信息，体内细菌病毒消灭，炎症消除，淤血化掉，一道的激光把结石肿瘤粉碎化掉。手拉一拉，当着你手拉拉有电声磁磁声电的感觉，说明你有外气了，哪里有病就在哪里画圈。手道、意道、气道、光道，在自己眼部画画圈，把眼睛的病气抓出来扔掉。当着我们自己手拉一拉有电声磁磁声电外气的感觉的时候，结合采炼日月的精华，给自己补气炼丹治病。口水哗啦啦流出，把自己的血压调整到正常，上面130，下面78。坐下改运法。全真太灵，紫气东来，万事如意。气归丹田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我们的肉体又存在了，整个人麻酥酥通电的感觉，肚脐发热，输入信号，食欲增强，消化功能旺盛，免疫功能提高。回来了，肉体又存在了，收工了，气归丹田，
风激发出来的能量往自身回收。手心插着，把手段气化为一个长生不老的金丹，喝下去，摄入下丹田，连续三遍。手心插了，洗洗脸，一念脸色红润，艳若桃花。手心插了，梳梳头，一念头脑清新，思维敏捷。左明天鼓，手心插了，拍打内关穴，按摩下膻中穴。刚才静坐的时候哪里不舒服，在哪里疏通经络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两脚的脚底，涌泉穴、三焦穴，把全身大扫除一遍，吐虚之功。好，通灵法就练到这里，谢谢。